就是叫他们说双胞胎，就是有一种心电感应。That's amazing。我可以画画吗？来吧，画一个你。看来你真的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你在画什么？我突然有点怀疑了。如果我跟他一组，可能我们就是另外一个百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日之子水晶时代。这位边上我坐的这个小朋友叫做冯夕瑶。小朋友，有活力，要有活力，年轻人。会不会紧张之类的？有一点不太好。干嘛？我没话了。我很会模仿的，你看我模仿张雨绮哈。梦里回答，跌倒在谁的爱，所以在。行不行？还可以学，还可以学王涵。雷声在轰不停，会在夜里看雨滴，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你别搞我了，你太累了。来来来，中国朋友来照相。有啊，很标准啊。Say something, I'll give it up for you。很疼。起床了，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你别搞我了，你太累了。如果与你和我，会不会紧张之类的？有一点，但是还好。干嘛？我没话了。啊！嘿，有事。嗨，我嗓子。啊？开玩笑，开玩笑。不是开玩笑，你别吓我！我进来的时候，我的心脏已经还没开声，还没开声。别吓我！就是早上会这样，我觉得这个钢琴有点不太好。现场的钢琴挺好听的。他很辛苦的，他也很累，他只是一个电钢琴。好吧。对他要求太高。I'm sorry。道歉。哎，你看我的手不一样的颜色。Why？ I don't know。Scary。好像 OK 了。I feel the same when I like play piano. When I look at your hand, your fingers so long, and mine was like, haha, OK. I was like, OK. Come on. 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因为要把裙子放在那个凳子后面吗？对。女侠就有一点，属于有点女侠的气质。好奇怪。对名可咋整啊？我最不会的就是这个。我们组叫也许嘉玲 ，Pam Davis。Davis。来来来，中国朋友来照相。中国朋友来照相。鼻腔比较重，我能掌握到他的那个精髓。我觉得你应该教我两句泰语。好吧，我可以教你。你想学啥？我不知道。什么鬼？可以。就是，仰哇。仰哇。嗯，然后但是你说的时候要有表情吧。仰哇。仰哇。All right。很标准啊。完了，你连天赋奖都出来了。你的表情太
100%给你。然后以后去养吧，然后就变成一个表情包。还有什么呢？旺旺旺旺，嗯旺嗯旺，嗯这是困。你上一次是讲的东北话是吗？对。讲了什么？布拉嘎卡图鲁皮。OK。冯晓唱得好好，会好听的。他的冯晓的声音很干净，还有冯思瑶是我爸爸的 one pick， 他觉得他声音很特别。对，还有赵雷的声音也很干净，他声音很入麦，就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唱的时候，他的声音是最明显的。对 ，It was over my head。感觉你在咱们合的那个地方有几个音，就是因为我低了，我总是想找你跑，你知道吗？跟着你跑回来，我就有点要坚守自己的原则。I'm still learning to love, to love. I'm still learning to love. 没事，慢慢来，不要急，不要急。I'm still learning to love. 对吗？你唱的又 learning to love.Learning to love，你看你又下去了。啊！我唱的是哦哦哦，我就是你下面的那三个音。来，哦哦，我是哦哦吗？啊！Nothing at all. I know nothing at all. 你唱大声点，我唱小声点，我跟着你。你先把自己的声音听到。I know nothing at all. 对。是因为它前面有一个有四个八拍的前奏嘛，那四个八拍我想说能不能比如说就你们还是想做的稍微空空灵一点的，对，就是它更凸显就是嗓音的那个，嗯，这种好，我暂时不知道谁的形象是什么状态。你的搭档赵磊真的是上心。经纪人会让你减肥？怎么了？你被逼减肥了是吧？不是，我就问问经纪人会管这个事情。会。那你平常你点个外卖啥的就都要他都要同意吗？不会啊，一人自觉嘛。哦，就你自己上镜感觉自己胖了你就会减肥，你会这样的吗？你会吗？我来之前会。你俩就近一点。哎，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日之子水晶时代。这位边上我坐的这个小朋友叫做冯晓。什么小朋友？好，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明日之子新闻联播主持人冯晓。好，这一次新闻联播就到此结束。然后就开始这样。在舞台上，千万不要就是驼背。对，因为我。我的粉丝跟我说了一万遍了，在台上就是平时不要驼背，就是说想给我一巴掌在后面。吓死我！我以为你的粉丝说，我想驼背，不要跟他合作。哎，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跟我们团员，就跟我的舍友，和露露，不是燕许佳，每天晚上我要睡之前，我跟你讲，你们是宿舍对吧？嗯。你要睡之前，你跟他说一句话，他绝对不会再吵了。我已经睡着了，不要吵我，懂我意思吗？算了 ，get 不到我的点，这首歌已经毁了，结束，我们的合作就此结束了。燕许佳是不是比你小很多？也没比我小很多了，我也就比他大两岁。哇，那你还比我小一岁？不，我比你大。对，看着像比我大。啥？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Nothing. Oh, 不，陷入冷战。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我要做一个可爱的动作。No.
为什么回得那么快呢 ？No. Everybody said like they asked me like who are you gonna be? I was like yeah, Xu Yang. They were like, oh, he's so cute. He's like a cute little brother. And who said that? Who said that? Lot. Sit down. 有啊。Amazing. 啊，你是好学生。看你这样说，我想。Let me help you, bro. 不过太长了。你很像叶雨涵。你们这个节目播的第一期，我们团员就找到他的照片，然后挡住了他的鼻子，然后就发现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对，叶雨涵和你很像。然后呢，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我跟他一组，可能我们就是另外一个拜兔。异父异母的姐弟可能是。我给你画画吧。可以，来吧，画。画一个什么呢？你随便画。画一个你。看来你真的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一般人是不会想要画一个人的。是吗？你在画什么？我突然有点怀疑了。我画卡通一点吧。好的。嗯，你的确是真的会画画。哎，所以你学过吗？我是学过的话，应该会画得更好看一点。太厉害了，这张画真的是很厉害。那里是脚的地方吧？天哪，不好看了，感觉。突然间的崩塌。就感觉我是个火山，那个就山，那个就这个火山长了个头，真的，有不像吗？这是什么？是一朵云，他们也想吃奇多虾片。嗯。拿我东西吧，花儿，你拿什么？需要我帮你拿吗？哦，感谢你，花儿。哎，这个画帮我收藏好。在里面就放着哦。我们待会教室不能用了是吧？是的。歹毒。四点之前。歹毒。嗯。我可以再看一看我这个画吗？梦里绽放。他就因为上次见的时候，我强行逼迫他给我签名了，然后呢，我在这里就强行逼迫他接受我的签名。哦、我说便宜骗了个签名，我还你一个。他还我一个，就这个太过分了，他还硬要塞我一个签名，就是。我把它回去裱起来，好吗？一定要裱起来，你真的裱起来，真的把它裱起来。我会知道的，你有没有裱起来？我会知道的。真的假的？哦，我会知道的。哎，你真是个歹毒的小秘密，我都知道。越歹毒的人，我们去喝口水，好吧？我喝口水，喝口水。哦，这是你自己画的吗？我看。哦，你也太无聊了吧？他说我无聊。我跟你说，我之前呢送给他一个画，就是也是颜色的，然后是画这个巨手。他说他密集恐惧症看了会想吐。我再看一下。我每一次画那种圈圈回去宿舍，每个在走廊都拿掉。啊！真的？你好歹毒啊你！我那时候从你的房间拿着回去的时候，一路上玄关，走开！哎呀，你们怎么这么脆弱？你们活了大半辈子了吧？但是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它是真的会有生理反应的，你知道吗？你会有生理反应吗？对。你看一下吧，那。我可以带你去参观我们躲的地方。可以可以可以。我们会铺瑜伽垫在这睡。真的吗？嗯。你们是条件多艰辛，有床不睡，睡这里。没有床，这里哪有床？你们有寝室啊？哦，你说在这里随便睡觉是吧？对，就在这待着。他们吼得好凶啊！他们。这是舞蹈教室吗？你们平时会用这个教室是吗？用，都用。你们这些地方真的是好容易藏人呐、啊。有人吗？你们？哦，还有人躲里面，这真是个世外桃源呐、啊。有一天，一个人叫张雨绮，然后遇到了一个人叫蔡玮泽。啊，我是觉得后面。看他最后音乐再起来之后的那个速度也不能太近啊，多的感觉。哎，好了好了好了，我坐这吗？对对对，你坐这里。
巡演怎么样？赞哦，炸裂的帅，对不对？啊，帅哦。阿哲，介绍你的朋友。就我之前跟你讲过，就是我有玩一个乐团嘛，然后右边那位是合成 ，Hello， 嗨，喂喂喂，不用，然后右边最右边那位是合成器手邵飞，叶邵飞 ，Hello， 然后再往左一位是吉他手郑光良。然后再往左一位是鼓手徐威君，嗨。然后再往左一位是 bass 手李一邦 ，Hello。大概是这样。哦。Hello。Hello。辛苦了。坐吧。会不会紧张之类的？有一点，但是还好。干嘛？哦，我没话了。真的哇，你们两个都是蹲友哦，那么喜欢蹲的女孩子千万不要蹲，站起来，要么就站着，要么就坐。他也不蹲了，你也不要蹲阿哲，你不要带坏他。两个蹲友，你俩真的是一挂的人，最酷的妞和最酷的仔。然后两个人都不说话，然后结束了。Heads up, heads up, back to come with the typhoon, what you gonna do?Oh my God, it's done.如果文川就是一模一样的话，你还是放在其他。那如果模仿他，模仿我，应该对。I'm feeling。但我还是很丑。Really？ 因为就算是每一个人，就是他有你自己独特的一个 vibe。状态吧，那个电就是频率，就是电，你知道，就是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是有频率。对对。你们俩的频率是不一样，我是分得清的，而且我。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frequency then？ Well, I said in the first day， 我觉得姐姐你会更。就是你会更稳一点。You're the one who goes crazy. I can tell. Is that true? That's true. 我就频率是这样。我小时候是比较爱闯祸的。爱闯祸 ，right? I can tell. 然后我可以 tell 你是会乖一点。小时候很好笑，就是他会就经常各种的，比如说妹妹会把那个口香糖弄到我头发上。对，然后呢，就是我得剪掉那个头发，你知道吗？就是没办法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是小时候，他以为他是那个成龙，他就飞踢，从床上飞踢到地上，然后就劈腿，他就劈叉嘛，劈叉。然后后来我受伤了，脚受伤，急诊，然后我有一只腿是不能走路的，对，严重到这个地步，就各种的，所以，然后他有去爬那个门框 ，OK， 就门框前后摇晃， uh-huh. 然后呢撞到下巴。I could tell, because I can tell, 因为其实 sometimes it's the eyes, it's the 眼神 and sometimes that 我眼神很坚定啊。没有，就是不是跟坚定和不坚定没有关系，就是你的眼神散发出来的是 I wanna jump around， 但是你是姐姐是 I'm gonna 发呆， I'm just gonna sit， 去公园散步，我会好好坐下来一样。就其实你知道，我跟我弟弟的性格是像姐姐，我是其实是像。对，我们最多分开是21天、23天、23天，最多这个就很酷，因为而且你知道很酷的一件事就是很奇怪，你知道他们说双胞胎就是有一种心电感应，是真的有吗？有一点点，就是那一次就是我一个人飞去 like London， and then she doesn't want to come with me， and then 但是我就是不想去，我只是 want to come with family together， she was like no， I'm gonna be in Beijing， I was like okay whatever， I'm just gonna go there 了。然后呢，就是后来姐姐有一个晚上就特别难过，然后我那时候有时差对吧？我也很难过，在那一个晚上。Then we were like texting， 我们在发就是给对方，对，然后我们在聊。It was like five in the morning。你为什么也跟我一样那么难过呢？对，就同样的情绪哦。
就很奇妙。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吗？不是，类似，但是是同一个时间点。啊，但是然后同一个情绪，同一个 emotion 是一样，同一个情绪。OK。然后多一次是我们也是分开不同的城市，然后他发烧，我也发烧，同一天发烧。一整天在 now, 对 now that's amazing 我跟我弟没有这样过我跟我弟没有这样过但是 that's amazing 涛哥你不是叫子慧慧儿对你们排了吗还没有还没排啊我们不是我们准备待会儿要过去啊你牙齿怎么这么白啊牙齿你好好笑哦！拜拜，太搞笑了！886，这个人这么好笑的吗？怪不得王子慧说他们俩一点都不尬。要吗？龙角散。没事没事，没关系。我给你带了那个粉状的那个。哦，谢谢大哥。唱一遍吗？我们。侧台是可以上人对吧？可以啊。他在这里唱了唱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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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从侧台咚咚咚咚咚咚咚转走过来。你有没有发现侧台的楼梯拆掉了吗？拆掉了吗？为什么会拆掉？你竟然都没有发现？我没有，所以我刚才说侧面啊。我在这里唱吧，然后让一个斯坦尼克老师在这里找我好不好？但如果你就坐新推官那个位置，我会被踢死，不好不好。我让毛毛背着我说。你就这样吧。Let me bird on judge me, judge me. 妈了，反正你爬了太阳，你离那么远，再离近点，再来一次。相信你自己，你是 Rihanna。Five, six, seven, eight. Now let me bird on judge me, judge me. 你怎么就是卡不上那个牌？知道吗？我想了一个，就是你把手这样搭我肩上，我俩像哥们一样。来，对着镜子，咱们就这样对话。来来来，咱们就这样。哎呦，对着镜头好想笑。OK, fine, say, 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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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比较帅，好社会啊。算了，放弃。难道从我就应该被驯服？脏乱差应该被消除？没有的东西就应该都不配给他人记住。位置还是不要站走。好。就是你可以。就是我蹲着，你可以站着嘛？你可以这么走。哎呦我。这么走。哎呦我。对，你好会哦。一的时候累吗？一就是写歌累，一周写3-4首歌，因为有3到4个舞台嘛。我准备之后每一场我都要唱一场原创。可以啊。我唱别人的歌，我就是觉得我可以唱出我自己的感觉，能演绎出自己的感觉，但是没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你知道那个意思吧？这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都原创。之前一直就觉得他会觉得我不能唱这个，不能唱我，所以我前两天就在做。你觉得我不可以唱，我唱，我有点白痴，虽然这个想法，但是我这场开始我就再也不要做这个。你知道真正的不 care 是什么？真正的不 care 就是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只想做我。你 care 吗？我是什么？现在吗？以前呢？以前我也不 care。你都不 care。别人说什么就是随便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差在哪儿，我也知道我的目标在哪儿。那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你管好你自己就好。就是因为比方说像网上有人会说你，那没有办法，这个是他的自由，他可以说你，他可以去点评你，而且那说白了也确实是你做的不够好才招别人说。对，所以不用去理他们，就是你做你自己，因为我觉得只有一种东西是最好的，就是做你做到极致才是真正的。我可以看一遍你100%做吗？没事，等会上台就能看。不是我，你上台我看不见啊，大哥。明天吧。今天。不，求你了，大哥。一起跳吗？放哪放？我，你跳。一起跳。我想看全部可以吗？你让我欣赏一支舞蹈好不好？别，我们一起。我求你了，大哥。这是我俩一起的舞台。兄弟，你再来一下，求你了。你别搞我了。我看一眼你跳的。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你先啊。你输了。输的人。赶紧，你怎么那么赖呀？不是大哥，我真不敢。把它记录下来，让他们。你这个。我这个什么？这个只记录下来，你是个特别赖的人。
还是别了，快求你了，你跳一遍，我真想看一遍。我记不到动作了，你太赖了。啊，你太赖了。还好吧，没见过你这么赖的。我是跟你学的。哎，我呢就扮演你脑海里的疯子。嘟噜嘟噜嘟，嘿哒啦哒啦哒，呜。能看懂吗？你不能，不要在这点头，知道你不能。那节奏你总不能站在这样吧？节奏你可以晃，跟着旋律的流动性。现在假如自己在舞台，你准备干嘛？伴奏一起，你要干嘛？就站着。你觉得你很帅吗？你站着。要真的要在台上走吗？对啊，我多帅！你看，我跟你说这有多帅，过来。能有多帅？能有多帅？我倒看看有多帅。不归功，不问功，不执着。噔噔噔噔噔，我疯了吗？在这样走，还得换个方向走。然后你就。多帅，那个走能不能换？那个走多帅，我真的好怕那个。可以不要那样走，可以不要那样走吗？能不能不走了？当然可以不走，我只是自己在瞎设计，一会儿肯定不知道他会给我们什么东西，因为每次到临场他才会告诉我。大牛总是星期黑地哒哒呀！咋？咋？看他 ，yes， 是的，然后对，看过去，两个人对视。啊！不行了。不许憋气。既然在这里就行，然后。这样吧，我就正常，我就这样。脚就是三位，这样，然后脚起走，这样，起起，那听看你们穿的会不会散？哈哈，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怎么能说人流的人群？他是在唱和声吗？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抱歉我跟时间不同配，再问我的社交怕黑，再问就我觉得我有个女儿我也都没有那么体贴入微过了，是你先开口了，你先说也忘了，我把歌词给她拿过来。那我让我请你成为自己。什么都是成为自己。下去背词吧你。我知道。OK。我选择成为自己。那你等一下，等等。你少说了一句。我知道，等一下，等。我选择不被定义。等一下嘛，就等一下再定义。好，好，好。哎，我那句 rap 的词老是忘。你要去理解，理解歌词。你太困了吗？不是。怎么了？有点懵。感觉有点疲惫的样子。不休息好吗？一会儿不休息。彩排上完台之后，彩排完之后休息一下。不用休息，我不是，就是思想有点停滞，你知道吗？就是休息了之后，你状态更集中，之后才能。不会的，我白天休息我会更累的。OK。要有活力，要有活力，年轻人。奔跑，看时间隔弯下走，走。你刚才是这样的吗？我记下去了。奔跑，在时间隔弯上。不是你这个三奔跑了吗？是你给我一个默契。三
二一，奔跑歌，一起唱的，有默契一点嘛。三二一，五六七八，奔跑，可时间个玩笑走啊。你要理解他，其实也，我写的词没有那么深奥。我能理解，但是嘴要瓢。如果要嫖的话，还有一个比较偏中性的解决思路呢，就是你不用唱得那么清晰。你好像我妈。是吧？有点找到家的感觉了吧？我跟你讲，说好彩排是走状态，你错了你也在状态里面啊，你不应该停下来。而且真的，我说实话，你的状态会直接影响到我的状态。我知道，就是必须是两个人的状态都在往上走，要不试下吵架的感觉来唱这首歌，就是再激烈一点，再音量再推上去一点。来吧，来吧，是的，绝了！你再讲，我得揍你一顿。我觉得我揍你一顿之后就好了。揍我！不敢打我吧？要是没有镜头，我绝对揍你。不可能。会不会太大声了？你要，我以为你要 max。这很小了，这儿。哎，大声点，大声点。啊！可是麦很小声。所以就要你放出来唱啊！嗨起来！哎呀，太大声了吧！我有选择可能，让我把自我践踏。我即使狂澜，也是没人能阻挡的火花。听过也许是我，没听过也许是我。做自己横冲直撞，一路勇敢向前走吧。我好像少唱了一曲，但是没有关系。怎么回事？是我多唱了还是少唱了？少唱了好多句。然后我那副歌地方我就马上要起来了，结果我闭着眼睛唱，我就看眼睛，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你就蹲在地上了，你怎么回事？我这个飞了，我一拉麦这线就飞了，我在这唱，我发现哎没有声音了，我就过去，然后又发现都无上。状态挺好的，挺好的，是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气死我了。李老师你好，你们来了，我们真的要商量一下，我正想找你们呢。好，嗯。龙哥的感觉对的，就是别抢拍就好了。然后北哥啊，苏哥啊，苏大哥，苏大哥，你就是没太记住，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哎，我不休息，老师，你给我再放。那我给你小放一下。你给我放，给我放。他都这个样子还休息，我有什么资格？这个舞真的是编到了我所有的肢体不协调的地方，不能怪这个舞，中心又怪鞋子又怪舞，你想干嘛？好难，就是叫拉肚子怪屁股。拉肚子怪屁股。
他唱完。走着走着走的没了吧？对，然后全场按下，一个准头打到我上。合成灵魂歌手开场瞬间能击碎万颗心，然后跪下来。灵魂歌手，走吧走吧走吧，我走了我走了，再见。不，北北，你上次已经跪了，这次要趴着才行。不，就这样。我那天是灵魂歌手，对着那个镜头。我那是魔咒。灵魂歌手。然后你要学着一起这样，灵魂歌手。应该让李泽龙给你演一下，对，就是你跟我编舞吧，你哦不，你跟我编动作，我觉得可以，我跟齐娜老师说一下，我帮苏妹妹，我很会模仿的，你看我模仿张雨绮哈。谁又在梦里回答？那个什么？模仿最好的是我模仿苏妹妹好吗？苏妹妹笑是这样的，啊，是不是这样笑的？啊。对呀，就是爱，所以是爱，想不想？还有片。想不想？还可以学，还可以学王涵。雷声在轰不停，会在夜里看雨滴，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叫你他有什么歌？他有什么歌？快点！我要输了！他有什么歌？要如何大笑大大笑大如何？我每天在厕所就听见他的啥呀？后退呢？我跟你讲，好，这个就是你，这就是，哎，我现在已经 get 到了叶雨涵的那个境界了，我现在已经不在一个境界了。完了，我昨天完了，这句话说出去完蛋了，我跟你讲。我昨天我也 get 不到，但是你想，你要做一个，你比如说你出拳，你要先往后，才能用尽全力去，或者你想往上跳，你要先蹲下来。哦，我现在也懂了，我也是跟你们一个境界，我也跟叶雨涵一个境界了，哎，正好，啊，我开心，我跟叶雨涵一个境界。不，你并不开心，你开心不是这么笑的，是，你开心是你有毒吗？啊！完了，他是真的开心了，觉得搞笑了。怎么了？腾讯视频 VIP 用户专享系列衍生节目，周六晚九点《明媚闪光记》，更多精彩幕后一秒 get。周一中午12点，《明日之子不打烊练习室》；周四中午12点，《明日之子查房了》，百看不厌。每周二、周三中午12点，还有《明媚的日子》为你分享明媚精彩生活，福利满满，就宠你。